我直接把美强冲了。不了日烟破败啊，太弱了。我们一般都是玩穿甲，来个蓝刀吧，穿甲或者半肉战士装的，挺近那一套。上单利亚，不知道了。上路盖伦不好放，盖伦打奎因，打了。哎，这永恒把技能交了，那可以打。不是还没闪现的吗？太乱了呀，这打得太乱了，我都觉得这个人过来送了，没人打他。我这个血量有点不太健康，来不及。你想来你还是来得及的，就看你想不想来了。啊，这就帮一下啊，可以。还行，我们这个被动有回血的，只要第一组也有人帮一下就还好。我怕这个暴女过来，双 buff 抓下路，打了我的 buff， 没血了。 F60 轮还在，下两个还不走，先反他 F6， 等下路上线。下路好像要走，你站着被耗血，我去了也打不了，后面反蹲就炸了。这盖伦被换血换得太厉害了，他都没血了。哎，这个血量可以，我来了。这个血就不要了，我感觉他会死。在下面，盖伦有 W 没那么容易死，得勾引一下。你不留人，我来了没用啊。把他死了。原来还给我飞，他挂错人了。到底可能要来，人头给你，你还不给我吃兵啊？我要生气了，我跟你讲，农夫与蛇是吧？梦魇与盖伦，到底去了，待会到底去你就没了。往右边拉，往右边拉，右边拉，别乱走位了。他没血，奎因好像把 E 交掉，直接 Q 吧，往前一拉住 W 开一下，取消一波他的 Q。 啊！我帮你把人杀了呀，早点推过去，他吃不了啊！怎么都是这种信号啊？再来一组野生六了，蛤蟆打了，桑兰还在，他按照顺序刷新了。四级暴女，六级梦魇，他死了，直接 Q 啊，一起给，先 Q 加攻力二，伤害更高，直接秒杀。
找死。过来过来过来，他死了。五谷分灯是吧？五谷分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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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谷分灯。这种玩到人的心里都比较阴暗，感觉就想过来恶心一下你。先买星石，感觉先买花圈缺点伤害，木刃的话打架能力又太弱了，星石试一下。主要是这触发了之后有护盾在，还有加移速，加上我们 Q 本来的加速，跑得很快。我之前买这个圆弧的话，老是差那一刀的伤害，很难受。最后装备成型，伤害够的就可以改这个木刃。你有优势，你就可以滚起雪球，你主动性就很强。你打不过的话，你就很被动。直接 Q 蓝隼一个 E W 抵消，帮助。我看到了，把心力收到了，七级暴虐。他跳大了，赶紧溜，等队友过来。哎呦，治疗快点点，刚好800回家买个圆弧。一级大可以参与击杀环环19秒， CD 还可以吧。我感觉我这波要 三杀了呀，这波先杀女枪。恐惧到了，虽然我也被恐惧到了，但是我还有加速。给他推一下，哦，有点长这个距离，我直接把女枪冲了。送来一个恐惧，恐惧，恐惧。哇，我这条面全是星石给的，你们知道吗？没星石这两个盾跟加速，我直接嘎了。他有风在好像。救一下。我在等大招，你在等什么？我在等大招，你在等什么啊？我在等大招，你在等什么？哇，这星石太舒服了，真的爽！我原本都不想玩穿甲梦魇了，先买圆弧或者先木刃的话，这波就直接嘎了，打不过。然后少拿两个头，这个龙也拿不到。主要这版本你出穿甲装的话，神话被动多加5点移速，最后鞋子可以不要啊。五谷分灯。直接 RQ 触发星石加盾加移速加我们 W 再抵消一个技能，加上200的盾刚好再吃个技能，等于没收对面两个技能，待会再来个夜刃等于没收三个技能，你怎么打呀？ W 抵消一个技能，护盾再抵消一个技能，然后夜刃盾再抵消一个技能，哇，这个技能费三个，我都不知道对面怎么玩。要是没有大招的英雄在我面前等于没技能，少个技能的英雄。五谷分灯。脏东西，我太了解稻草人了，太阳光了啊！直接阿 Q， 反应蛮快的呀，坏了，没有完全坏，他死了。战撸跑不了了，不要犹豫。我你有恐惧，我也有。你们刚才换作你们是不是这波想跑？想跑你就会死，知道吧？狭路相逢勇者胜，这波我们选择了反打，所以我们就活下来了。这波你们正常人都会想着跑的，哎，半血不到，残血没蓝，跑你就死了。三个在上路，可以飞一下，来来来，开灯，关灯，蓝色。
还给我虚弱，我怎么感觉这把我吃了他四个虚弱了吧？他从开局到现在每个虚弱都给我的，要大的走吧，出来大就好。啊，对，等他追。坏了，没有完全坏。再见，拜拜。来个夜刃吧，这波应该反打的，反打说不定有机会啊。不需要 CD 鞋，一双草鞋走天下。主要你堆 CD 的话，你的圆弧收益就没那么高了。你 CD 越久，圆弧收益才越高。这鞋子最后还是要卖的。现在刺客穿甲神话的话，可以不要鞋子，移速够用的。拿回来。啊，对。这护甲一出，感觉瞬间不一样了呀！对面打我明显没那么痛了，没青鱼。关灯破夜刃。这背影的大感觉有点克这个盾的，点这个视野把盾破了，再来一个红药。我感觉这样子出强度可以啊，梦魇这版本刺客装加这个星石比这个木刃好用多了，开远能力也有，拖到后期的话相对而言也没那么弱。又是你女枪，把食物买，最后再来一件。你们觉得来件什么好？最后一件是不打算要鞋的，就来个幽梦吧，刚好可以来把小刀。我来了。我大就好了，我才刚开完怎么就只有十来秒了。地上他们就在永王会玩，给我拖住。血都不掉啊，这套出装可以，这套出装可以，就最后一件绿沙或者幽梦感觉挺爽的玩的。啊，又是光荣下班的一天。